我们要宣导一项活动，请大家拭目以待接下来的短剧。大家好，我是城楼公园近百岁的老妇人。你看，现在有人在吹直笛，有人在扫地，这是德国人员欣慰的场景。但一个月前的情况，真是让人无法想象。耶，放学了，我好渴，我要喝水。哦，来不及了。但是有一天，耶，放学了，我们来玩吧。嘿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不觉得这里非常的脏乱吗？对。啊，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把这边变干净呢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来表演音乐，我们也可以来扫地。我们要在10月12号星期五下午3点到4点举办一场长荣环保音乐会，地点在长荣公园溜冰场。有意愿清扫长荣公园的同学，请找5年2班江炳元，5年4班许杰。有意愿表演感谢大家莅临这次的活动，我们扫地时间结束，表演的时间来临了。我们即将在10秒后在这边举行音乐会。先让我们欢迎李一倩、杨新宇、李梦莹带来的《幸福的时光》。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发现长荣公园实在太脏乱了，然后在吸抽烟的人就直接丢烟蒂，在喝饮料的人就直接丢那个铝箔包或是那些包装的饮料，所以呢我们就举办了这次的活动，让长荣公园变家园。谢谢大家。